欢迎来到个人发展学会。一本书改变生活，一本书提升自我，一本书改变命运。这里是读书有道，高效能人士的十二堂核心阅读方法课。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李源。大家好，下面我们进入第十一讲。这一讲主要和大家分享怎样阅读非虚构类的畅销书。非虚构类的畅销书是我们普通人在职场中遇到的最常见的书，也是需求量最大的书。这类书和我上一讲讲到的社科类的书籍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类书不一定符合知识树原理，可能只是一些爱好者或者某个圈子里边的牛人，他提出了某个概念，或者某些成功人士他们的成功心法，还有他们要宣扬的价值观。面对这类书，我们得采用完全不一样的应对方式，不能像读社科类书籍那样花费大量的时间。读这一类的书花大量时间，可能达到的效果恰恰相反。非虚构类的畅销书和社科类的严肃书籍，它的逻辑刚好相反。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这类书的产量特别大，中国每年会出版几十万本书，其中大量都是这种非虚构类的畅销书。社科类的书虽然很多，但是它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几百年下来它也还是那么多，几十年之内不会大量的出新，但是非虚构类的书却经常出新，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这类书其实读起来很好阅读，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脑力和体力。读社会科学类的文章，很多专家和大师一辈子也只能研究一个领域的，读懂他们的书可能要花上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像这种非虚构类的畅销书，你可能只需要花很快的时间就能把一本书读完。根据前面这两个特点，想要高效阅读非虚构类的畅销书，自然我们就会找到相应的处理办法。首先，阅读非虚构类畅销书之前，一定要做好筛选工作。这类书因为产量特别大，所以它们的数量特别多，我们在阅读之前就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决策，不能什么都想读，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书的奴隶，被驱赶着永远都读不完。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三个方法，可以走一些捷径，选出那些比较好的畅销书。首先要看专业人士的推荐。根据我过去的读书经验，这每年几十万本非虚构类畅销书里面，真正有阅读价值的一年一般不超过三本。我在第四讲的时候提到过授权式决策法，就是专门针对那种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需求，也不知道究竟该读哪种书的情况。这种决策和选书的方法就特别适合从这每年几十万本非虚构畅销书里面选出自己最需要的书。授权式决策法就是把推荐书的权利交给你相信的 KOL， 他们可以是什么梁文道啊、罗振宇啊、许知远，还有东方历史评论这种专门推荐书的专业读书人或者读书平台，也可以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根据他们的推荐，其实我们就已经做了非常重要的筛选工作，大量质量不太好的书已经被他们提前排除掉了。我建议大家一般选定一到两个 KOL， 就是关键意见领袖，就是这些专业的读书人，根据他们的推荐来读书，从他们的推荐中再每年选择两到三本左右的新书，这样你的筛选工作就极大的降低了成本，也可以极大的减轻你的焦虑。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看出版社的引进情况。最近几年的趋势是推荐书的人也越来越商业化了，有的时候他们会扰乱我们的决策，他们推荐的未必是好书，可能只是跟他们合作要出版的一些书，如果我们只是根据他们的推荐，很有可能就变成他们的商业系统里面的一部分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还需要培养一套自己的判断力。一个比较便捷的方式就是根据出版社、出版商或者出版人来选书。中国现在有很多出版社还有出版人，他们都精专于某一类的书，因为常年的精耕细作，他们对这个领域极其的了解。比如像中信出版社推荐的经管类书籍，还有世界史的书籍，比如像后浪出版集团的剧本写作书籍，还有读客推荐的科幻小说，这些都是他们的专业领域。我们可以把这些出版社简单归归类，然后根据出版社每年的推荐来选择自己要读的书。我们可以关注这些出版社的官方豆瓣，也可以关注他们的微信号，也可以关注他们的微博，看看他们的推荐。在这个之前，要对自己关心的领域有哪些比较好的出版社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先熟悉了出版社，
或者在书籍上看看出版品牌的名称。当你熟悉了这些出版社或者出版品牌之后再想要读类似的书，就可以找到这家出版社的官方平台，看看他们今年可能出版了什么书，很可能就是真正能解决你问题的书。这是快速选择非虚构类畅销书的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就是只读跟自己需求有关系的书。如果前两种你觉得还是带有倾向性， KOL 推荐的书也未必是最好的，出版社可能每年还会有烂书，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出发，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选择，不在需求范围之内的完全不读也 OK。 我个人有一个习惯，我喜欢在一段时间里集中时间来阅读同一类的书籍，比如说那种讲思考方式的，像什么清醒思考的艺术、天才向左、疯子向右，这类书虽然多，但我们可以从中选出头部作品来，只需要阅读几部头部作品，其他的作品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足够了。而接下来几年又出版了很多新书，这些书我们即使不看，大概看看介绍或者听听别人的音频解读，基本上也就够了。所以把时间集中起来解决自己有需求的书，这恰恰是一个很快的方法，因为我们只要读头部作品就够了。那选择头部作品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可以通过三大网店，像京东啊、亚马逊，在上面看图书畅销榜，选择那些畅销的书。如果你觉得畅销书也未必是好书，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看豆瓣的打分。一般来说，豆瓣上的书籍打分比电影要略高一点，8.5分左右是经典中的经典，7.5分以上一般来说也算是头部作品。在看打分的时候，同时还要结合评论的数来看，如果评论数少于100个人，虽然它得分很高，可能这本书也有问题，未必真是好书。这是阅读非虚构类畅销书的第一个方法，认真做好筛选工作。阅读非虚构类畅销书，它的第二个方法是用笔记带动读书。相对而言，非虚构畅销书要比社科类的书好读，理解起来也不难，这就需要我们能够提升阅读的速度，不能再精耕细作了，否则不管我们怎么筛选，这类书的量依然都很大，我们必须快速地找到书的重点。我们在阅读社科类书籍的时候，记笔记那是读书的副产品，就是我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阅读上，而笔记是我们阅读和理解了之后一些阅读成果，是一些素材积累。但是我在前面几讲提到过一种方法，可以用笔记反过来带动读书，比如说用反复迭代思维导图的方法，就可以反推着我们快速找到一本书的重点。我们在读非虚构类畅销书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方法，用笔记来带动我们读书。读社科类书籍，我们在阅读之前一般来说不会太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得仔细阅读了之后才能理解。比如像社会学的创始人马克思韦伯，他写过一本宗教社会学，还有一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光看这些书名都觉着头晕，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只能在读书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去理解。但是绝大多数非虚构类的畅销书，我们在读这些书之前其实已经理解了这本书在讲什么。就像我前面举的例子，清醒思考的艺术，这不就是在讲怎样不犯傻吗？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不就是在讲左脑和右脑的区别吗？所以我们在读这些书之前，光看标题，光看目录，就已经可以猜出一本书的主题和大概的框架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把笔记框架留出来，到书里面去寻找答案。通常来说，这种笔记应该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块是围绕着标题，根据标题的意思想出一些空间来，叫做标题的解释，就是作者对于它的概念是怎么解释的。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分论点的，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根据目录大概看出一本书有几个分论点，然后把这些分论点留出空间来，我们一边读书一边从里面去寻找分论点的要点，把这些要点找到了之后填到我们笔记里面留出的空缺，这样可以快速的让我们找到这本书的分论点的重点。这之后再留出一些空间来，把书中读到的一些经典句子，还有一些能够触动自己的角度或者说法给记录下来，其实我们就差不多已经读完这本书了。我们用笔记反过来带动了自己的阅读进度，可以大大的提升阅读的速度。基本上按照这个方法，用一上午时间我们就可以读完一本非虚构类的畅销书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步骤还是很复杂，那面对这种非虚构类的畅销书，
你甚至可以找一些音频或者视频的解读，大概就可以了解一本书的重点了。或者你在简书上找一下别人写的笔记，这里面大概也有一本书的重点，他们提炼的也很不错。以上就是非虚构类畅销书的读法。在这些畅销书里面有一类很特殊，就是历史类和传记类的书，他们因为写法不太一样，所以需要采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我在下一讲给大家详细介绍怎样读历史类和传记类的书。